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星星月亮太阳啊，这是早期的有一部电影描写三个女生的个性，一个就非常阳光啊，快乐啊，散发出那个光芒出来，一个有点点心情上啊稍微善解人意啊，善解人意啊，那互动也很好啊。一个似乎啊，你就猜不透他的心思啊。当然就是顺序就是星星、月亮、太阳这个状况啊。太阳这个东西啊，在我们太阳系里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所有星球的，我们活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它的能量来源就是要靠太阳。太阳来提供这样的能量，所以从它的一个太阳系我们剖面来看的时候，每一个行星都有它的轨道，那月亮只是环绕在地球旁边的，原来它也是地球的一部分的，被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流星啊冲击以后，从地球分离出来，那没有分离多远，被地球的地吸引力还是会拉住，围绕着地球来旋转的。不过也因为它，我们才有四季啊。没有当年那个撞击的话，我们就跟其他的行星一样，维持着固定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在台湾就不会有春夏秋冬啊。当然现在也不那么明显了，不，很多的地方就不会有，因为它那个角度啊，受到那样的一个影响，好，环绕在太阳这样的一个旋转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大地的一个奥妙啊。奥秘啊，让人家真的很惊奇啊！它就不会脱离那个轨道。大自然界可以这样，我们人呢，常常会脱离轨道啊，常常会很多事情你就不应该去想的、去做的去煽动的，我们常常会这样子这个做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事情啊，所以还是要学习啊，大自然甚至于整个宇宙给我们的一些想法哈。这个圆形啊，这个星球都是圆的，你没有看到四方形的星球，因为它要旋转，最后的一个结果，圆形是一个最节约能源的、最有它效能的那样的一个结构。我们体内的细胞也是，绝大多数很多都是圆形。但是大家看到这么多圆形的细胞，这是在哪里？这是我们的淋巴腺。淋巴腺里面有这么多的细胞，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那个淋巴溢过来的结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进行这个把关的动作，好像是海关啊，警察等等的这个人民在那个地方来看看有没有一些形迹可疑的细胞在那个位置啊，所以它有保护我们的一个作用。那所以我们身上的一个淋巴腺是到处都有。到处都有，我们大概有多少个淋巴腺呢？450个淋巴腺、淋巴结，所以有时候会摸到鼓起来，大部分都是因为某些地方有病菌的一个入侵啊所造成的影响。好，450个，那哪里比较多？头颈部最多。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哪里没有淋巴腺？既然它那么重要，哪里没有淋巴腺呢？你想一下。待会来跟大家报告，所以那样的一个结构上面的一个细部的结构也是让人家啧啧称奇，整个的一个分布也是让人家觉得它有它的一个思维，因为头颈部是我们接触到外面外物最多的一个地方，所以啊它要布下重兵啊，所以这种智慧型的一个调控都是让人家这个钦佩的地方啊。提到圆形啊，这个米开朗基罗。或者是当代，或者是你看到画家里面少有的圆形的画作，圆形啊，米开朗基罗也就只有这一幅，所以非常珍贵啊，这样的一幅画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它框起来，然后他们这个画廊又用整个的那个艺术博物馆啊，又用这样的一个陪衬啊，给它看起来，哇，那个感觉更加那种圆。这个整个的一个圆融沉稳这个感受的宗教的一个力道会更强。他画的米开朗基罗画的是什么？这是约瑟夫啊，圣母，小耶稣基督，还有这个小的那个约翰受洗者在那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这个把这个圣家庭的那一份的一个互动啊，描写的非常生动活泼，你说会吗？好，那我们再仔细看起来，你看这三个的一个互动关系，
爸爸妈妈小朋友，我们先不把他那个很神圣的那一部分我们先强调，我们先强调他有点点人性能够跟我们产生互动的那一部分。原来这个爸爸是抱着小朋友在旁边来照顾着他，妈妈在干什么？这里有书在这里，他原来是在念书啊，在沉思啊，在想一些事情啊，结果这个小朋友有点爸爸照顾的不是很好，有一点点受不了，然后有点闹，要妈妈的一个状况，所以妈妈转过头来要把抱住他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你这个米开朗基罗实在是让人家蛮钦佩的，能把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画出来。所以这个是约翰受洗者啊那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眼神中，你看小耶稣基督看着圣母的，圣母要去怀抱着，把他抱过来的一个场景啊，那都是让人家发出那种似乎跟人间的一个距离啊，更加的一个接近的感觉。所以整个圆框，然后在旁边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外面的一个外框啊，也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那为什么设计这个？当年有一个这个商人叫多尼啊，他为了他女儿希望定制这一幅画。那定制给米开朗基罗，原来是说要700佛罗伦斯金币啊，结果送过去以后，他讨价还价，因为商人嘛，说400。米开朗基罗生气了，叫他的学徒说拿回来，不卖他了。那结果那个多尼就慌张了，这个、女儿马上就要庆祝了，那怎么可以没有这个庆典来去呈现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去呈现，好吧，那就回复700。米开朗基罗生气啊，要得罪这个米开朗基罗不太好，他马上涨成1400佛罗伦斯金币啊。最后这个多尼这位商人他就同意了，他也跟着有名起来。这就是这位多尼这个商人，这是拉斐尔画的，在同样一间那样的一个展览空间里面，把米开朗基罗跟这个多尼啊，这个是多尼的太太，你看现在看起来就非常这富贵人家的那种感觉，纽扣各方面的都是呈现出那一份的一个富丽堂皇的样子啊，背景啊有点点深邃，或有点点飘渺的那样的感觉，来彰显出这个女生啊，尤其是她很有点分量，看起来就是那个时代夫妇太太了不起的一个状况。云啊飘在后面啊，人的气质啊衬托在前面啊。云啊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云端这个很重要，健保我们台湾的健保世界一流啊，云端药力这更是啊让人家匪夷所思啊。一个病人60几岁来到医院，最主要问题啊就是类似这样子，会有点手抖，但是抖的状态不太相同，这是巴金森氏症，所以有点抖，所以神经科的医师就看看，这又不太像巴金森氏症，那又给他抽血检查一些情形的时候，发现问题点是在这里啊，手抖，问题点是在甲状腺，有啊，大家都知道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时候手也会抖，但是他查到的甲状腺的一个功能里面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然后这个脑下垂体啊，我们会分泌这个促甲状腺分泌的这样的一个荷尔蒙，这个反倒升高，就是说荷尔蒙想要去刺激它，结果就是甲状腺，就是功能啊，好像低落的一个状况，所以产生出他的问题啊。所以临床的医师非常机警啊，赶快上他的云端药力去查，结果原来他有心律不整的问题啊，再吃一个药，这个药里面含有碘的成分啊，叫氨碘酮啊，氨碘酮这个心律不整的药，这碘啊这个量很多，所以会造成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病人是甲状腺功能的低下，他也有可能造成亢进的这个情形，所以把那个药改了以后，这个症状无精打采的症状就恢复啊，这个肿的症状他倒是不明显，但是手抖的症状也跟着好起来。好，刚刚请问您，我们身体哪里没有淋巴结？答案是在哪里？脑里面，脑里面没有淋巴结啊，所以表示啊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有血管跟脑之间有重重的保护啊，淋巴结在那个地方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小，所以你看看智慧型啊，他的安排多好，来收看。